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齐齐哈尔的宁晚琪和王超，大家也非常熟悉这对运动员，他们也是近年来我国涌现出来的一对比较优秀的年轻的冰舞运动员。他们去年呢也是在中国杯花样滑冰大奖赛上获得了冰舞项目的第三名。大家也都知道，其实本身呢，国际滑联对于这个冰舞项目的这个是有这个服装的这个要求。一般来说呢，女子运动员是不能够穿着这个裤装的。但是根据这个，也是根据不同的这个舞蹈类型，尤其像这种布鲁斯风格或者是街舞风格的这种表演，女运动员的这个裤装就是被允许的。本赛季呢，冰舞的这个韵律舞的这个节奏韵律是街舞风格的这个韵律，这也包括像 hip hop、disco、摇摆舞、狂舞、这个 popping、funky 或者这些类型的，包括爵士类型的这个韵律和节奏都是被允许的。两个人完成着这个碾转步，大家可以看到同步性，包括他们在这个上肢上面都是有一些设计感的。一个旋转托举，宁晚琪、王超的韵律舞得分是61.88分。